绿城队的飞利浦在门前抢点成功，场上比分变为2-1。带我上哨楼看看那个执勤的战士。是，哎，就在上头。好，走。于宝婷，到。积雪团长看你来了。啊，团长，嗯，这是我们班的于宝婷。啊，收拾好。小鱼啊，有多大了？18。家住哪儿啊？陕西。 有多长时间没洗脸了？从上来就没洗过。上来多长时间了？半个月。小马啊，来，把我的水拿来。是。来，小鱼啊，你喝点水。不，首长，我不喝。来，首长，喝，我不喝。喝。 听话，啊，喝，哎，首长，这水可真甜。好，这水呀，都给你。首长，来，我不要，首长，拿着，不要，听话，啊，听话。哎，谢谢首长。哎，老兵啊，到，你赶快带我去啊。 看看你们那个水源，是。这玩意儿太苦了，像中药啊。团长，连队在这儿一茬一茬的，前前后后一共打了42眼井啊。 都没出水吗？基本上都是枯井，指着这眼井还能出点水，3天才能灌满一塑料桶。团长，这拉水的车不来，他可是能救急啊！哎，那应该叫苦水井啊，干嘛叫甜水井？刚挖出这口井的时候，有个老战士提议，他说不能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这些守卫边疆的战士是喝着苦水站岗。 让全国人民为我们操心，就叫它甜水井了。起立，请坐。 今天请同志们来，并不是来开会，而是请大家来尝一尝你们每个人面前摆着的这杯水。不过，大家要有个思想准备。我并不是请你们喝什么黄山的毛尖儿，也不是喝名牌啤酒，更不是什么新产品的饮料，它是从北部边疆的一个哨所带回来的水，请同志们尝一尝，请吧。 苦吧，请大家原谅。喝这种苦水，目的我不说你们也知道，因为咱们是集水团的，怎么能看着边疆的战士喝着这种苦水站岗啊？他们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，只要把哨所向后撤几十公里就完全可以，可他们不能，只能喝着这种苦水在边防上站岗。 边防上有个地方，叫甜水井。
多好听的名字！可是那里一滴甜水都没有，这只是战士们的一种愿望。同志们，我们能看着他们这样苦下去吗？不能。对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吉水团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我这个吉水团长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干下去？所以，目前。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死亡之海中的甜水井。报告，请讲。团长，这是有根据的。那里的确是无水区，这不是我的见解，是无数个想创造奇迹的人所证明的事实。根据不等于事实嘛？大自然还在不断的变化呢，有被沙漠吞掉的古城，也有把沙漠变成绿洲的新村呢。团长。 可你毕竟是军医出身，这是两个门类。光靠感情不能使胡杨复苏，光靠勇气也不能使沙海变成绿洲。这是事实。啊，是啊，说得好。从当团长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想当一个业务过硬的吉水团长。 所以，成功，请你帮帮我，当我的第一任老师。小葵，直到现在，在咱们国家的地图上，还可以找到甜水井这个地名呢。 妈妈，爸爸来信了，从哪儿来的？喏，这儿甜水井。甜水井？哎，这信是北京的邮戳，是北京寄来的。不可能啊！嗨，你看呢，是北京的邮戳。妈妈。 爸爸都回北京了，怎么也不回家呀？也许是来军区开会，又连夜赶回内蒙了呗。哼，工作工作，就知道工作，也不知道回来看看咱们。妈妈签字。蓉蓉，你怎么越来越退步了？ 下次再这样的话，团长，吃饭了。 知道了。嗯。啊，陈工。嗯。我，哎，先吃饭吧。 向你汇报的，哼，我不是让你汇报。我是说呀，做军人妻子不容易，这确实是句大实话，我是深有体会啊。所以啊，咱们这些当兵的，对待父母，要比春天还温暖；对待妻子啊。 要比夏天还火热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问心无愧。啊，对孩子呢？嗯。哦，你还没孩子，你也理解不到。但有一点呢，对待那些瞧不起咱们军人的人，
那就应该是这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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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
我们积水团呢，就是要成为一支快速、机动、现代化、一流的野战积水部队。这样才能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。大家都知道，海湾战争如果没有积水部队，那美军士兵寸步难行。团长，政委，你怎么刚从北京回来，就赶到训练场啊？哈哈，马上就要西进了。军区啊，已经批准了咱们的方案，所以啊，必须抓紧呐。就是再忙，你回北京也该回家看看嘛。 小葵会有意见的。红哥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快，我上。什么都着了吗？你这是？这是成功地的转业报告。你看看吧。地的真实时候啊。团长，喝口水吧，拿过去。 刘连长，到。通知各班，上午训练不准喝水。团长，那战士们问为什么怎么办？什么叫战士们问为什么？你就说你问为什么不就得了？等到了西部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叫耐渴训练。是，耐渴训练。特工的注意，下午训练不许喝水。是。成都的报告，他是西进技术负责人。 让我再好好了解了解吧。团长，你爱人从北京捎来的书已经给你送来了。啊，好。团长，还有。讲。他问你啊，病了没有？干嘛？你就说你现在病了没有。你要说你现在病了，我就说；你要说你没病，我就不说。你呀，真啰嗦。小马，到。出了什么事儿？ 团长爱人被车撞了一下，撞了一下，撞了多大一下？是一大下还是一小下？不太大一下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哎，不是我不着急，是他爱人不让我着急。哎，这政委，怎么搞的嘛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放心，撞的不是很重。哦，你看。 这个部队呀，马上就要西进了。我实在是啊，我可以照顾自己的。哎呀，对了，有件事啊，你还真得抽空来一趟。这件事啊，你得帮我办办。陈雨农啊，今天递了一份转业报告，我还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爱人英兰啊，现在放假，从南京到咱们部队来了，你抽空跟他谈谈。 英兰，哦，我知道，他从南京转车的时候是我接的他，我送他上的火车。哦，这样好啊，他挺信任你的，你抽空啊，你跟他谈一谈啊。我觉得他们俩还可以呀，不会有什么意外的。一定来啊！我尽量赶过去。英兰，我偏不让你说，不许你说。你看，怎么又不让说了？你让我说的嘛。 我就是不让你说。啊，好好好，不说。我真不知道你在河海大学怎么当老师的，你就这样教学生？你说完了吗？你看我没敢说什么吗？陈雨农，你听着，我在河海大学是一名优秀的教师，你没有资格来评判我。 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过我站在讲台上的样子，你只知道拼命的打井，打你的井，努力立功，满足你心理上的需求。可是你忘掉了，你妻子一个人，在南京这座五颜六色的城市里，一个人守着三居室。陈雨农。
长年累月是我一个人守着，你呢？你天天伫立在沙海戈壁中的人字架下站着，你忘掉了女人需要爱，需要撒娇。宁兰，我不想评价你干得如何，我只是在想，你是学水利的，又是研究生出身，怎样做更好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。宁兰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是你支持我参军，到吉水部队来的呀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人们都务实了。你看，专业报告打了之后，我总是见到团长这股劲儿，和他对吉水部队未来的设想。不知怎么了，我总不愿意上交。我觉得确实还有很多干头啊，而且这次解决华北地区夜战吉水问题，我是技术负责人呢。我想要个孩子都不敢要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带。再说，叶大姐也说过帮我跟团长说说。雨农，这次死亡之海你就别去了，啊，跟我一起回南京，落实一下你的工作。雨农，我在水利开发公司兼职，正准备订一个水利工程合同。你如果这次不出队，也可以帮我一块儿搞。哎，收入是蛮可观的。雨农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今儿上午我已经把你兜里的那份转业报告交给你们政委了。那我可真要说话了，你怎么这么做呢？你也太不尊重我的人格了。作为一名军人，在这种时候，这是临阵脱逃，你懂不懂？哦，团长，哎，你这老毛病了，啊，你坐吧。老郭，你呀，可要注意身体啊！啊，你让陈工给我介绍的情况，我看还是有道理的。不过嘛，这万一打不出水来，部队往回撤，可就被动了。可咱们是吉水部队，咱总不能看着战士们喝着苦水站岗啊！啊，这次我到西北去，人家都喊吉水团万岁。你说我这个吉水团长听到这些，我这个心里是个啥滋味？原则上是这样的，可你不是不知道。过去，在那个地方找水的就没断过，没有结果呀。很多资料上写着，那个地方的矿化度很高，它不可能有淡水嘛。啊，我最近呢翻了翻资料，也看了很多书。你看，咱们国境线以外的肯特山啊，常年积雪呀，
凡是有大量积雪的地方，就有大量的地下水往下渗呢。咱们这个地方地势低，我请教了一些专家，你看，由于地质结构的特殊性啊，在无水的大地貌里有含水的小构造啊。又来了，1%的希望争取100%的现实。对嘛，就是要这样啊。行，家里有我呢，咱们老黄出队给你保障后勤。好，我呢再去做一做陈雨农的工作。啊，不是，政委啊，雨农地转业报告自有他的道理。嗯，他呀也是有难处。我看这次行动就不让他去了。行吧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去。莹莹，你到了内蒙要听话，听见了没？知道了，妈妈。你还记得那些？哎，英郎，英郎，大姐，哎，你在下面等我，我马上下去啊。英郎，大姐，你们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哎，正好碰上礼拜天，我答应老郭送他西进呢。哦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听老郭说，考虑到你们这么多年没要孩子，同意他转业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老不在一块儿，相互太陌生了。阿姨，我和我爸爸就太陌生了。去，小孩子别插嘴。嗯。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陈玉龙欺负你了？这样吧，你呀，跟我一块回去，我给你做主。哎，不不不，不了，我要回南京去了。不行，你跟我一块走，我有2张票。哎，我的票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上车补票。好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还是别去了。我们一定要赶在西进之前见到他们。团长同志，六连全连进攻完毕，等待出发，请指示。请稍息。是。小心。同志们，请稍息。你的报告我看过了，我团长，我这还有一份报告。你，啊，团长，我还是一名军人吗？同志们，你们知道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？铁水井。对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死亡之海。没有人能在这里打出过甜水。来，我希望咱们能高举着六连的旗帜进去，再高举着六连的旗帜出来。今天完成任务。刘连长，到。接旗。是。出发。Thank you.
这个交给我，那个你负责。好，祝你们早日归来。放心吧。前面了，你们怎么刚到啊？黄副团长，祝你们一路平安。通知各车，已经进入死亡之海。是，这里的沙暴很厉害，让各车不要掉队。是，各车注意，各车注意，现在已进入死亡之海，各车请跟紧距离，别掉队。现在已进入死亡之海，各车请跟紧距离。陈工啊，嗯，英兰他们设计一个水利工程，给多少报酬啊？大概会很多吧。那如果我们要在死亡之海打出甜水，该吃多少钱呢？那世界生态平衡委员会得给我们发美金了。我们不需要美金，但是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，中国有一支强大的集水部队，在地球上打井找水，为世界人民同在一个地球村上生活而做着一项既平常又伟大的事业，让中东、中亚都借鉴我们的经验。因为地貌是没有国界的。团长，已经到250米了，啊，标定出水深度是多少？275米，快了，
就要见分晓了。怎么，腰病又犯了？真不是时候。团长，没事没事啊。军连长，到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团长，哨所来送水，结果战士们都吐了，说是像中药。你吐了没有？吐了。就凭这，我就可以撤了你这个连长。啊，老兵，团长，对不起啊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。同志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沙漠里浪费水，就意味着死亡啊！这水是苦，可在八千里边防线上，有多少地方连这种水都喝不上啊？啊，你们看，这桶水啊，是从一个叫甜水井的井里，花了三天时间。一滴一滴的攒下来的，哨所的同志不舍得喝呀，都给了我们。这里边包含着他们多少希望，可你们呢，都把它吐了。我们集水团呢，就是要有这种喝着苦水找甜水的精神。团长，团长，哎呀，这个鬼地方呀，一个月来是滴水没下呀，气温比往年高五六度呀。原计划保障用水的那个水泡子全蒸发了，可是井还要继续打。泥浆用水呀，快供应不上了。刘连长，到，告诉战士们，食用水啊一定要定量，其他一切生活用水从免。是。团长，那机器用水怎么解决？按第二方案，90公里以外拉水。哎，阿忠，停下来！怎么了？喂，都过来！兄弟们，我来了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好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，那搞不下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卡钻了。快点停车！来，来，停车！快点，快，快，快停车了！快，拿过来！把这个事团长怎么办呢？开倒车，把钻杆提起来。是，团长，开倒车那可不行，汽车摇把打回来会把人的胳膊打断的，更别说钻机了，搞得不好会粉身碎骨的呀。没办法，豁出去了，钻机已经立起来，就不能再倒下，不能让哨所的战士们。团长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别争了，我来。团长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沙把子甩起来要出大问题的，团长，还是让我上吧。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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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以为技术比我高吗？这时候当然是谁技术高谁上了。来，都闪开，闪开，开车，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开车。团长，没事。
多美啊！沙漠也有这么温柔的时候。更多的是残酷啊！你看那片胡杨林。哦，陈工啊，哎，你说地球上有多少沙漠，多少荒无人烟的戈壁和无水区？哦，大概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吧。如果没有人在干我们这项事业，哦，那这胡杨林、黑城就会慢慢的被沙海吞掉，那人生存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。等再过多少年以后，他们连今日这点辉煌也没有，那世界也会不存在了。嗯，啊，团长，这口井很快就要到预测出水位了。是啊，要是抽不出水来可怎么办呢？团长，团长。团长，这一带地处一个小盆地之中，分析这些露出地表的岩层啊，可以肯定古时候有一股山泉流经这里。啊，在离这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地下的富水带，据科学的判断，在这片无水的大地貌里有含水的小构造啊。很有可能啊。啊，我坚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有水的裂隙。哎，陈工啊，哎，我们要改变一下以往的判断了。立正，报告团长，我连已按规定任务钻到出水深度，是否出水请指示。没指示，就看你们六连的旗帜能否飘扬在这里了。抽水。是。等一等，团长，等一等。报告团长。团长，哨楼执勤的战士报告，很多单位都来电话问，这口井真能出水吗？团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一旦抽不出水，老兵啊，今天的脸洗得好干净啊。我们攒了半个月的水，就是为了今天能够洗干净脸来这里。好，那就让他们看一看咱们集水部队的形象。刘连长，等。开打。是。Smash that shot. This tournament
班先。雪莲嘅可以话身材比较好大。手。强嘅女嘅。Because she could see the karma. I missed it. 分数方面咧就系属于四分嘅啫，距离。好明顯啦，雙方咧喺第二局裏邊咧係加強咗佢哋進攻方面嘅力量。啲配合上場。Carmelita went and susceptible to the cross court smash。哦，長咗。人哋。啱啱係陳林咪連咗進攻。连分数都去到六比十，卡米连达就系由中国嘅领队拍档咧王林，卡米连达喺，咁其实咧一直，好靓，呢球射得比较突然，所以见到啊，再下压一板，对方嘅身边。咁啊，往往都係發球權或者係攞分。I think what you see when you get you're getting a lot 翻嚟嘅，有啲氣流啊，吹翻入嚟啊。咁啊，亦超過場波。